没有看到外面那一排座位？宽窄巷的客人大部分啊，正在改装中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今天是在做一个最后的准备动作，明天宽窄巷就正式开业了。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老板呢竟然自己还会拍摄，所以各位如果在点那个土购的时候，上面的照片就是老板亲自拍的，努力加兴趣还要加一些自己的能力，就呈现出来最好的东西，对吧？现在真的是大混战，因为要把什么音响啊、灯啊、灯的色温啊，还有这个该调整都调整好，最后才能把这些桌椅定位，然后再大扫除。明天正式开业，好了，加油了，明天呢？明天见。宽窄巷刚离开，明天正式开业。那我们明天来吃饭。跟我做生意就是买卖店、买卖房子、买卖操作，售后服务超级超级重要。这包括 marketing 生意上的一些交流，怎么样去把生意更好，然后找更好的店面，装修设计、沟通协调房子。例如说我们买了办公室，那这个办公室的投资它的一个价值在哪里，怎么操作售后 after， 包含有可能的 flip house opportunity， 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，怎么样 design 设计，大概花费多少钱 potential， 然后找这些 good deal 卖家。来，大卫说今天来了，他们到了，在那里宽窄巷在这里，今天是装修完的第一天开幕，我们来看看他装的怎么样吧。 Let's go。 Beautiful共餐的两位医生 Nelson 啊，昨天第一次见面，嗨，大家好，对不对？有机会在尔湾带来一个很棒的服务啊，没错，在台湾他有七间诊所，然后都是像是整形医美的，对，那希望可以在尔湾呢带给尔湾人民的福利，对不对 ？Nelson 对吧？对，然后这太太也是儿童科医生吗？还是对儿童科医生？哎，在这边，对，刚好我家这一位昨天肚子痛，马上看一下医生，医生在这边怎么样？休息一下，你今天不能吃东西，好，可以吗？老板亲自下来做一下家微信中，因为有可能也是你的邻居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这个一定是邻居的，对不对？谢谢啦，我帮你们点个甜品，好，来，谢谢你。Nice。我们鞋子脱外面了，真的很高哎，超级高。
Brother 盖的就是高挑，对，他是新房的时候买进，然后刚装修完，铺地盘做一些升级，哇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这个也自己选的吗？这个是建商的。哦，真的吗？这个后面这个蛮不错的。对啊，这个是对，不错，非常好。这个大理石面。哎，这个不是大理石啊，这个是那个润道什么？Quartz。对，这一种比较好，它比较油脂多一点。大理石你要擦油，擦那个保护膜。对，我知道。这一种就比较轻松一点。是吗？好吃哦。嗯。这个是日式布丁哦。好吃哦。没问题，没事。白人。他可以吃吗？你也可以吃耶。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你也可以吃耶。这个要外面每一口啊，要小心小心，慢慢的慢慢的 ，OK。